现在我们主攻病毒灭活疫苗，那么三期临床进展非常好，好于我们预期，快于我们预期，希望这个尽快上市。大家问哪天上市，我也希望快上市。离上市有多远的距离？一个三期临床的距离。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年底之前能够上市。